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页，记诵第七大段，第九首看起，第九首。若见空薄，当愿众生其心清净，空无烦恼。托钵，没有人供养，就是空钵啊。那么这种事情，应该说也常有啊，这个并不稀奇啊。那么托满钵呢，有时候也有啊，满钵有时候在一家托到的，有时候在好几家托到的啊。我们知道当时出家人一天只吃一餐饭，如果这一钵是空钵，这一天就没得吃了啊！一天不吃饭生不生烦恼呢？不生烦恼，看菩萨的愿就知道了啊！何况在一个僧团啊，僧团托空钵没关系，回去啊，别人有托得多的会分给你啊。但是小庙啊，像现在啊，这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还是行托钵的制度啊，那小庙人不多。你出去托钵，真的这一今天托个空钵，那确实啊，这一天就没东西吃了啊。何况小乘这个小乘是论事不论心啊，所以他在事项上啊，是严格的。手持啊，过中不食啊，在我们中国人叫过午啊，实际上呢它是过中啊，日中，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十二点啊，十二点以后啊决定不吃东西啊。所以他们吃东西在什么时候呢？应该在十一点到十一点半，这是决定的，不会过中午。那么时间呢，一定是当地时间，这个诸位都晓得了，每个地方有时差不同，换一句话说，每个地方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那么这个地球分为360度，每一差一度啊，就差四分钟啊，所以它时差不一样啊。我们从这一桩事情引申的去体会，那就是逆境跟顺境
啊，无论是为自己，是为佛法，还是为众生，啊，发心做一桩好事，啊，这个好事有障缘，做不成功，就是若见恐怖啊！啊，这个事情做起来很顺利，很多人协助，那就好像是满钵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愿文啊，见空钵的时候，其心清净，空无烦恼啊，这就非常重要了。你想想看，逆境呢，是不是这个境界？啊，这就像前几天我们看到外国人啊，在这个深度催眠当中啊，遇到神灵啊传递讯息，传递的讯息很多啊，那个要汇集起来，那是一本大书啊，啊，绝对不是人杜撰的，啊，不是伪造的，啊，这个事情是真的。凡事，只要是为自己，就不清净，就会烦恼啊！为什么呢？决定夹杂着个人利害在其中，个人的爱好在其中。总的来说，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夹杂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好事也不清净啊！如果你能够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为自己心还是清净的啊！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我们要抓住。大乘教里面佛教导我们啊，修行重要的纲领，重要的目标啊，目标是成佛。什么叫成佛啊？利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成佛啊。为什么要成佛？因为你本来成佛这个时间，一般人呢常说的返璞归真，成佛就是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没有成佛了，那是虚妄。从虚妄回归到真实，就叫做成佛。啊，从染污回归到清净，就叫成佛。啊，成佛是应该的呀，
那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啊，只因为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从无明这才生起种种虚妄，幻化成十法界一真庄严，但这不是真的啊！就像人做梦一样啊！啊，成佛是什么呢？从梦中醒过来了，啊，醒过来了就叫做成佛。啊，做梦的时候呢，就叫堕在十法界了。你说这个成佛重不重要？啊，这是把我们呢学习明确的目标找到了。啊，我们要转虚幻回到真实，转一切恶业回归到纯善啊，因为自信没有我，所以自信是纯善啊。正如同三字经上所说的，人性本善啊，啊，人之初性本善啊。啊，回归到本善啊。从染无回归到清净呢，从迷惑回归到正觉，这都是都叫做成佛啊！你要不成佛，你就有烦恼啊，这个烦恼有的受了，生生世世啊，轮回颠倒啊，够受的了啊。回归之后啊，烦恼就没有了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都断尽了，这叫成佛啊。所以在逆境里面，真正修行人不舍清净心，啊，所谓逆境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逆境呢从哪来的啊？你要细心去思维，去观察，总不外乎啊两方面。从自己这一方面呢，就是烦恼习气没断啊。那从外缘呢，众生的福报业障哪一个现前？众生如果福报现前了，没有障碍，
一定很顺利啊，这个外面环境好，众生没有福，业障现前，你想替他做一点好事，障碍重重啊！啊，这叫外缘呢、啊。啊，在自己本身来讲呢，也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这个东西就是你有没有夹杂？我们常讲啊，念佛的秘诀。功夫能不能得力了啊，再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就拿这个例子来反省啊，我们以善心，没有为自己啊，为正法救助，为帮助苦难众生，这个纯正啊，啊有时候遇到障碍，那个想想障碍在不在自己这边，自己这边就有怀疑，有夹杂，有间断，那你就不能怪外面了啊。当然单纯的不多啊，绝大多数啊双方面应该先检讨自己，然后再观察外缘。心就清净了。佛菩萨帮助众生要记住，不在一时。为什么？这一时的语言不成熟。啊，纵然佛菩萨这一边没事，外缘啊，众生业障重，福报不能现前，佛菩萨来了没办法啊，他不接受嘛啊。那佛菩萨生不生烦恼呢？佛菩萨要一生烦恼，马上就堕落了。佛菩萨若无其事啊，没事啊，啊不生烦恼啊，永远保持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啊，啊菩萨发心。心才法，功德就圆满了。啊，事能不能成就呢？那语言具不具足。啊，所以你要晓得，诸佛菩萨了，不但是化身菩萨，就是连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们修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比我们的效果大了啊！大在什么地方呢？大在人家最低限度见思烦恼断了，那这个我们就没法子跟人比呀。啊，我们见思烦恼没断呢。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我又要提醒同学们，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不能混为一谈。啊，搞佛学不是学佛。学佛不是搞佛学，啊，学佛是要真干，啊，那就是什么？决定恢复自信，
这是真学佛。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要恢复我的佛性。啊，用儒家的话来说，我要恢复我的本善。啊，本善恢复，我不会有一个恶念，有一个恶念就不善了。我跟人与人往来时候，没有一句恶言。恶言是什么呢？妄语、念舌、绮语、恶口，啊，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恶行，啊，没有恶行是绝对没有杀盗淫，没有，换一句话说，设身具足啊。不必要学啊，处事待人接物啊，一切动作都如理如法。那个弟子规要不要学呢？不要学啊，自自然然的，你去观察他一个字一句他都不会违背，没有学过，样样都如法。啊，那么古时候最明显的例子，禅宗的慧能大师啊，没念过书啊，没有学过啊，看柴的樵夫啊，啊，华梅住了六个月，也没人教他。五祖把他分配到对房里面去冲米破柴，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义工啊，啊，派他到厨房里当义工，啊，他是砍柴嘛，卖柴的嘛，樵夫嘛，啊，这是他的本行嘛。所以在厨房里面，那个时候厨房烧柴火嘛，劈柴，这个工作就叫他做。啊，冲米，他就做这两样事情。啊，佛门里面那些规矩他没学过。啊，一生都没学过，样样都懂啊。无论在什么场合当中，他不失礼啊，啊，居足威仪，这什么心正呢？一切都正，心邪一切都邪了，心要邪，学也学不像，什么装模作样的，不是真的。明眼人，有道心的人啊，一眼就看穿了。所以下莲居老居士教导我们学佛，他说了两个字，真干。那我自己学佛，初入佛门的时候，啊，我的老师张家大师，他教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跟夏老这个真干一个意思。啊，真干就是要看破，要放下。看破是什么？
了解世间法的真相啊，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你要了解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了解之后了，你才能放下。不但呢，世间相是虚妄的，佛法也不例外呀。佛法也执着不得了。佛在《金刚般若》里面说的多好呢，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能不能执着？不能。执着就错了因为佛教我们放下执着绝对不是叫我们放下执着的对象世间人执着世间法执着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执着这些学佛的人呢执着佛菩萨的经典教训，初学要执着不执着的是你没有办法修行可是你修行的过程当中，善友一定会教你，到某一个阶段之后要放下。放下是不是你所修学的不要呢？不是，要放下不是在事上放下，是在心上放下心里面没有执着了事还是一样事事无碍所有一切障碍是在心上不在事上心放下了事相就得大自在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对我们修行你说有没有障碍呢没有真正修行人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华严经的境界所以我常讲经上讲的日日是好日，人人是好，时时是好时。我续了两句人人是好人呐，事事是好事你要问，这话什么意思？这个话里头有没有矛盾？你要了解一切诸法的实相，你就晓得一点矛盾都没有。诸法实相，《般若经》上所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日不可得，时不可得，人不可得，事不可得。那怎么不好呢？如果这里面有一样可得，麻烦就来了肯定生烦恼，你的心还会清净吗？这是看破永嘉大师
《正道歌》里头说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金刚经》上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下面两句说得更好，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两句话说得好，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啊，这个世间的一切法存不存在？不存在啊，我们所看到这个相，相虚相啊，真相呢，真相接触不到啊，真相的生灭速度太快了，像电一样啊，如露亦如电啊，如露露水是相虚相啊，相虚相是露水，真相呢就像闪电一样啊，一刹那就没有了。佛用这个做比喻啊，真相有没有？有，存在的时间呢？那真叫是亿万分之一秒，我们无法想象啊！这是最近科学家的发现的，物质是无中生有，存在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是这个物质聚集在一起的相虚相。佛经上讲的千真万确，你怎么能把它当真啊？啊，你如何能从境界里面去观察？境界观察明白了，觉悟了，然后回光一反照，你会得到什么东西呢？很了不起啊，你得到了人空。啊，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我相无啊，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就起入了。这是什么境界？正觉。阿罗汉跟辟支佛的境界啊，超越六道轮回。啊，我们平常这个六根呢要起作用啊，要学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的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功夫就是楞严经上讲的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啊，观音菩萨是用耳根圆通啊，六根是通的，一界是六，六界是一，耳能反闻呢，也能反观呢。啊，反观不是说你眼睛看东西会回头，不是这个意思。啊，耳梵文也不是啊，你这个文心呢，是从外面再回过头来又听自己的，不是这个。你要这样会意啊，那完全着了相了，那就错了。啊，为什么呢？一般人六根对六尘
这就错了。啊，而佛菩萨的功夫，他六根得六性，什么性呢？法性。啊，张开眼睛看的是色性，竖起耳朵听的是闻性，啊，身性。啊，色声香味触法。他六根对的是心，啊，那我们凡夫呢，对的是尘，啊，眼根见色尘，耳听的是声尘，鼻嗅的是香尘，乃至于意所缘的是法尘，这就错了，心。全都染污了啊！七心染污，那就生烦恼啊！那不叫空无烦恼啊，叫有生烦恼啊！这是六道凡夫的境界啊！啊，佛菩萨的本事，他这个六根。不圆六尘，它圆六性啊，眼见性见色性，而闻性闻身性，乃至于意根圆法性，这就叫明心见性。哦，那这一见性就高了啊，一见性就是正等正确了啊，还要加个无上啊，见性是无上正等正确啊，这个叫真修行啊，凡夫成佛了就在这一念之间。大乘教里面佛讲了很多 啊，我们多念多读诵啊，多熟悉，虽然自己用不上，一定要熟，熟透了慢慢就会用了啊，不熟真的是用不上。今天我们起心动念全都落在幻象上见相不见性啊，啊，这是六道凡夫啊，啊，我们怎么个转法？这么高的个境界。所以这是上上根人，那由此可知我们不是上上根人，不是上上根人呢，就要听佛菩萨的教诲，慢慢来啊。为什么呢？这个道理是佛教研究所里面修学的，那我今天的程度呢是佛教小学啊，我就遵守佛陀在小学教给我们的方法啊，虽然是小学，他的理论他的思想直通圆满啊，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会欢喜接受啊，认真的学习。
可是要晓得，六道众生大致都是相同的，无始劫以来迷失自信啊，迷了自信，把自信里面的智慧得了，转变成无量的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迷了是烦恼习气，觉了就是智慧等等了。没办法觉悟 你看起心动念，烦恼习气立刻就跟上，它不是智慧的能跟上，它是烦恼习气跟上，速度太快了不是用分秒来计算的真的是万分之一秒，十万分之一秒，百万分之一秒，要用这个速度来计算。这个问题严重所以我们对于老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对老师要有信心，决定不怀疑老师教导的依教奉行，认真的依教奉行，我们才会有成就。断要断得干净，要断得彻底那么佛教我们从哪里做起呢？从十善业道做起会修行的人拿十善业道经上所讲的这些思想，可以作为我们每一天反省改过的纲目就像古人用功过格一样你试试看三五年肯定就有效果了。详细的纲目沙弥略仪赠注可以做参考真修要依这个修那修是难，改毛病改习气是真难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佛家常讲最初方便，像我们这种习气的时候最初入门有没有办法？有，我们现在提倡儒家的弟子规最初方便
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应之文，都是属于最初方便，现在人要认真在这上面下个3年到5年的功夫啊，佛经可以不舍离，每一天念一遍，温习一下啊。功夫用在哪里呢？功夫用在基础上，这个东西就是从前私塾的办法啊，现在没有私塾了，不但你们没见过，听都没有听说过了，俗语言太多了啊，私塾里面的教学没有讲解的啊，只有教念没有讲解啊，教你记住啊，四书里面教学最重要的一个课程德行言语，就教这两样东西。孔老夫子的教学是四科啊，啊，德行、言语、正是文学啊，正是个文学是在太学里头教的啊，所以这个小学啊，这是从前私塾属于小学，小学不讲。正思文学不讲这啊，小学里面教啊，就是这个私塾里面教德行啊，老师是学生的榜样啊，啊，言谈举止啊，换一句话说，弟子规跟这个太上感应篇真落实了啊，弟子规的落实那当然我们没有疑问，太上感应篇何以也落实了呢？要知道中国在明清两代读书人呢，都喜欢用功过格来修心的啊，就是我们佛门常讲的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那个功过格里面的条目就是从感应篇来的啊，不是从感应篇呢，那就是从音质文啊，音质文的内容跟感应篇差不多啊，从前念书人喜欢借舍了，文昌舍了，文昌舍就是一文昌帝君应之文，一太上感应篇啊，用这个每一天来检点自己的功过啊，
我这今天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待人接物啊，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啊，这个确实很踏实。一天都不能轻易放过啊，所以成就德行啊。啊，德行成就了，那将来的功名能不能获得，给诸位说另一桩事情。啊，就是过去祖师大德常说的了，功名富贵他有命啊，啊，伦理道德了那是个人的修养啊，啊，功名富贵呀，是命。哎，我们看了凡先生啊，看于金义先生，这两个人修养道德到最后是功名利禄都得到了，命运都转了，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呢，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布施。你们看看，他们自己成就了之后，广修布施啊，凡是利益别人、利益社会的事情，非常热心去做。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发愿。我们世间人讲啊，你学成之后将来能不能出人头地啊，靠缘分，佛家讲靠缘分啊。如果你要懂得广结善缘，哦，那这个外缘就去做了啊。你看佛教给我们的食材的财富，是法的聪明智慧，是无为的健康长寿，这是行菩萨道啊。如果自己德行成就了，不喜欢跟人结缘啊，所以省心省事啊，我自受用就可以了啊，那就在佛法界就变成小乘了啊，独善其身不能够兼利兼善天下啊，不能兼善天下啊，可以做到独善其身啊，独善其身的人也并不是真的不帮人啊，那什么有缘啊，不是主动的去帮助别人，是被动的，人家来找他，哎，他也会不会拒，有时候拒绝，有时候不拒绝啊，不是主动啊，主动看到别人有困难有痛苦，主动就去帮助，不要人家来找啊。所以无量寿经上讲大乘菩萨了，做一切众生不勤之有啊，他不勤你你也干，甚至于许许多多障碍，许许多多的困难，他从想尽方法还是干，这种人是菩萨。
啊，无论他怎么样干，决定不舍清净心。啊，不舍清净心，决定不生烦恼。这个里面你就晓得，他没有自己。啊，没有自己，自己没有烦恼，他也没有众生，啊，无我相，无人相嘛。所以他对于一切众生也不生烦恼，众生做善做恶，在他看的时候都是空寂。啊，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他不生烦恼。啊，他不生染污。逆境里头啊，啊，成就了圆满功德。啊，这首偈，我们就学到此。